新乡自强村乌松仑产业道路，每年到赏梅季节的时候，都有许多人潮前往赏花，但由于路面多处破损，道路品质不佳。为此，县议员陈淑伟接获民众陈情后，陪同县长林明真前往实地勘查。今天非常感谢到咱县政府团队啊，以及咱的县长甲工务处这主办人员。当然呢，伫咱自区的柯秀华里委也非常关心。其实乌松仑这条道路呢，每一个人非常关心。伫地方吼，消费也时常甲咱的县长啊，甲咱的自区的这个吴瑞龙主任呢下乡啊，甲咱的民众来做伙。那伫旧年因为咱在地遮的住户呢向消费反映，就是讲乌松仑这条道路牵涉到咱赏梅季节啊，观光道路啊，真侪所在拢有损坏着。县长林明真在会勘后也表示，这条道路目前已经有经费来进行改善工程，希望在会勘过后能够尽速改善。咱信义乡哦，乌松仑啊，这条商业道路吼，因为这条啊，咱啊梅花季的时阵哦，足济观光客拢来这里赏梅，所以这路面啊需要做改善吼，同时有大概有六七个弯道啊，也必要做改善了，让咱的视线较好咧吼。这个案子啊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陈时辉议员啊，在这次的定期会啊提出了建议哈，我们就报到中央啊，争取前瞻性的建设，核准了将近900多万哈，我们县政府要配合180万的配合款所以啊，我们能够尽快的利用啊，这笔经费好好把它改善啊。县议员陈时辉肯定林县长团队的用心，也希望在会勘过后能够尽速发包施工。但是消费者听到民众的反应之后，我伫1909年11月份的定期会就来提案，嘛受到咱县政府的重视。当时咱干部处处长甲咱的道路养护科许科长就甲消费讲，这条道路这么长，经费爱这么多，咱卖用分配预算，由咱县政府来提出。110年的这个前瞻计划，咱来补助较侪钱嘞。今仔日这个计划已经摕到经费，咱县长嘛来下乡，来甲现场来做着会勘。期望在会勘过后，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发包施工，改善乌松仑道路问题，保障民众交通安全。记者邱平义新立采访报道。